大家好，我是非洲人，这节课我来讲讲怎么搞基，这个我来讲讲怎么学习，怎么的让孩子三天爱上学习。对了，还记得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公堂之上背诵毛主席的语录，我拍着胸脯说书山有路高，飞进学海无涯鸡作舟，鸡作舟。我跟孩子说，你学习不好的根源就是你长这么丑，女孩看着你就难受，哎呀，难受，女孩浑身难受。学习不好的根源就是你长得丑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。爱学习首先应该所有漂亮，女孩不是你开始从学习进去，开始从学习动机，你长得这么丑怎么爱上学习？你看家长就想要效果，我说少看书，少看那些没用的书。家长问我为什么，我拍着胸脯说，其实要好的搞机能解决所有问题，搞机需要摸索，就需要练习，停留漏题，停留作弊。首先打开小言搜题，拍照搜题，接着你会手脚不断是你就学会了搞机。小言搜题内置了三个 SP， 随时随地在线观看网络更新。搞机孩子获得了学习动作，获得了学习动机，你看孩子只有搞机才能爱上学习。有上次我看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，这是最新的美国大片，停放大再放大，哈哈，快看每一个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直接引进学校推广那才叫爽。哎呀，为啥这么多了？这不引进呢，因为搞机是潜移默化的，搞机是润无声的。哎呀，心中自有黄金屋，心中自有一座。我这个中国的家长啊，真的是有问题。读书，现在的家长爱说你就知道玩，你就不知道读书，他给我读书，看看人家都考199分，你怎么74呀？哦，我们中国的孩子太痛苦了，每天就是读书，读书，寒窗苦读12年，你读书回去半天，你孩子需要直接进去，孩子需要动机，孩子需要一段时间摸索，提前至今，孩子需要科技，孩子需要装逼，中国的孩子需要搞一搞。我直接打开小言搜题，拍照搜题，喂，搜我们爸爸正在装逼，人群当中我们爸爸为什么是绿的呀？爸爸这么认同我，一定要努力搞鸡，把爱传出去，把鸡找带回家。有大鸡龙什么？每天胖，孩子获得了学习兴趣，获得了学习动机，你看孩子只有搞鸡才能爱上狗鸡。